up, guys. 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咋办啊？大家这怎么意了？然后以后还可以后排插上。我再说一遍，好，行，那么慢。打我，你先把他打回来。我没够着，慢一点。就直接就去。犹豫一下，然后再上去有点慢。我觉得咱们早应该能来是吧？咱们就打地面找不到，找好没有？我没想到你回来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没想到，回来你没球，我以为你回来就在这儿，让我们让你，我又不想去了。然后你让我，没有，没有，刚开始刚开始说，没把握。因为咱现在是僵持阶段，是，就是说，打不给他们任何机会，基本上真的给他们。我知道你要回传，但是我也想回传。因为那时候咱们来这边两队伍，一个人我先一点吧。我们在哪儿一样？我想到你就这个方向，还真要走开一个。上次关系要做我几回啊？那你赢了，给你赢去。那我来想，你先给他赢。我说他能跑位置，对吧？跑过来再跑。但是他就说他第一下确实总是差一点。他们就想跑特别快，但是你说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，不能给他们来个轻易，光来打分，两个人拿球，拿球，哪怕他过去，然后撇，对，这样不要就行了，两天他不要让他竖起来。不是他们有点扯，扯来扯去，我们有点被搞乱，我也不知道。来了，下一个，但是他们其实后来我们没敢打，然后那边都没人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不敢打。互相喊一喊，对，保持队形，叫上去，还有天。你别后卫把那个手发球给我的时候，我多数是有胸怀。如果在这儿，我就是想给我，你给你好，没人我就没有了，没人我就不是这么高，肯定是我能看起来。中间肯定有两，我比你知道，我也有看见肉肉。前场也行，前场保持状态可以了，没有肖战那种。什么？前场换一下，前场换一下，我给你敲给你。我不知道上去你又回不来了，没人上，还是应该那边打的上，没有蝴蝶机，不行了，我操，法路吃完没有蝴蝶机上不去了。
Thank you.
立马来说。耶！Get in, get in, get in!
而且不是大家就不看你，好像都不知道该干嘛，就在那看你。那稍微你乱的时候，不是你乱，跟你都站好自己的位置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方便？每手抱着板凳，一晚上呢，就是。咱那个后面乱，一个人可以一个人，那学长一定有手快，说明肯定看不着。咱们全队都看不着，大家都流汗了。然后他拿到球要打了，周围没人上，你就看他们俩。所以我有这种，来那一换换，还空间的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把这样。不是，我们最后自己乱，不管什么下场，自己不要管。对，我们是谁啊？这进麦圈儿，跟那个谁说完了这事儿之后，大家都变好人，可以给点人。其实他们，我们罚一个，他也罚一个，这什么好乱的？守门员罚了，罚了站不下，守门员对守门员站好位置就行了，这有什么好的？这是为了他找的，这是晚上，而且让全部压上，我们还在那坐着干，我们还在那干，我们在那干。你首先，人家进去，我要不用站到自己位置，你站不好位置，你找谁忙的人盯啊？这是多人的问题，那不是完丢了我们吗？是他们没有错，我们站在那看着他过来，然后走过来看他拿球打，他拿球打。没找到，对呀、啊，如果大家一下不知道自己位置，去找身边的人就行就行了。没有，其他的人把你们好像顶是传下过来。哎，是九龙，九龙。那球已经不错，我已经进了，我心想，去你妈的，这就他妈的搞钱。